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詹士邦。今天呢，由我来为大家做原来一家人的冷笑为直播。今天我准备的笑话呢，其实我这几天在家里想了很久。请问啊，就是阿里巴巴跟四十大盗他们来台北，等我一下。哦，刚讲到哪里？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来台北玩，为什么呢？阿里巴巴回到家里面之后，发现怎么四十大盗只剩下36个大盗呢？哎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人知道。哦，对，没错，因为有四名大盗留在台北。靠北。哎，四帮。哎哟。哎 ，say hi。完蛋了。拜拜。对，我还没讲，我刚刚讲的笑话就是，对，因为有四名大盗留在台北，所以回到家里又只剩下36名大盗。OK， 哎，但是帮我连笑话时间，拜拜。